看看你，看看你是拿这么多东西。我就疼了。这是被写脏的。睡不着吧？能睡着了吧？嗯。这睡着的真厉害，小妮妮，哎呀。睡不着就拿头碰。本来感冒就没好，这一下一累，又给累咳嗽了。嗯，要拍照这个。再给拍照这个？哎呀，你不是平时不让妈妈拍照吗？姥姥再过去看看豆丁啊。咳嗽了吧？为啥哭呢？这是干啥呢？就给我吃，嘿嘿，这个蛮好，这个蛮好吃，放进来我给你吃。嗯，咋了？又弄不过来了？你看你老哭哭唧唧，你看弟弟和姐姐，谁都不哭，找啥呢？豆丁找啥呢？能掉下来了不？豆丁，游泳的吧？姥姥看咋了？姐姐以后不能挠妹妹啊？那怎么能挠妹妹呢？哥哥，终于爬上来了，爬上来看看这上边有啥呢？有什么呢？
姥姥啥呀？你刚才都把妹妹都挠了，再不能挠妹妹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把妹妹挠成啥了？你看，把妹妹都挠破了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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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妹妹挠，你看把妹妹挠的，你看把妹妹挠的多可怜。这小汽车是谁的？这个小手说：“哎，你看这小手说，哎，你看把妹妹挠破了都，看把妹妹挠破了，一会儿姥姥给剪指甲，剪指甲。妈妈，小豆丁丁。”豆丁，你看这不知道说啥呢，这是说英语。豆丁，姥姥手机，姥姥手机，弟弟手机，妹妹手机，手机。我让你做井壁去了啊，让你面壁思过去了，我让你面壁思过去了，姥姥抱他去面壁思过去啊，行不 OK 为啥要抱他面壁思过呢？这个没长干，这个又长干。